没有什么。你是我脑哪一个题目？那个主席，时间暂停，我喝一口水。<笑>那我也喝一口好了。那我没有水啊，可以拿一杯给我。我也口干舌燥。你也可以喝口水了，谢谢。流氓也可以喝水啊。那我不喝了，因为我不是流氓。我不喝了，好像蒋家流氓。突然举棍球的时候，记得多喝点啊！现在我们台北市是流氓当家，黑道治国吗？他是你的属下，北农公司的总经理，你要怎么处置？议员不要激动，我自首。是，如果真的流氓，还要送一清专案，这不需要市长。还没你讲话的份啊！ 不需要市长答复，这是常事问题。嘿，科长，您讲。韩总经理，你要不要道歉？跟谁道歉？跟市民、跟段委员、跟蔡英文，你统统要道歉。为什么要道歉？请说，议员说清楚一点。你这样说，我听不懂。 完全听不懂，你讲话不知道是文法不对还是语音不对，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，不要太激动，讲清楚。韩国瑜，像你旁边站的这个市长，嗯，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男人世界里面的苏拉，没有担当？昨天晚上不是有超级大月亮王议员看了没有？超级大，68年来最大的月亮。你看了没有？议员，秃子跟着月亮走，你听过没有？ 谁是秃子，谁是月亮？你看一下。这个，你要用你自己的头秃来做比喻哦。那我没话说了。不过我今天不是跟你谈风花雪月的。我也不想谈风花雪月。你认为你那样流氓的行径，你要不要道歉？你一直说流氓长，流氓短。我像流氓吗？ 我在这里被询被你一辱骂，我不能回应。我请问你啊，我不能澄清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杨耀福不是你的顾问吗？杨耀福是董事会聘的顾问，我是总经理王议员，你这么有头脑，连这个 A B C 都看不出来吗？你好笑哎，他是董事会的顾问 ，OK？ 台北农产23个董事会聘的，台北农产公司就是总经理制，董事会顾问，任命的总经理明明就是由你聘任的。议员不要激动。 他是董事会顾问，有三个，光这一阵子一个市民多支出1000块，绝对跑不掉。这笔账要算谁的？给我30秒，做个完整的报告，只要30秒就好。今天11月15号，台北西螺、高雄三个城市总蔬菜平均价格，台北45.5，西螺43.3，高雄45.2。请问台北农产？ 跟蔬菜价格高涨有什么关系？请你解释清楚。南北菜从一起串联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就请中央去抓。八个字，请中央出面去抓，农委会、法务去抓。你进土城看守所前呐、啊，我提醒你，记得把曲棍球吞下去。可以开始。那万一我没有进土城看守所，是不是你吞球？讲清楚。吞球，你跳过海啊？你跳过海啊？你跳过海，你要不要吞？ 如果我没进去，我不跟你搞这种小玩意的，你们搞什么曲棍球、小儿科了？你不用跟我来这一套，柯市长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我赌就赌大的，我不跟你搞这种小玩意。